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还有一种说法，大为为能折服烦恼，为能折服刚强难化众生，所以为是折服的意义，折服啊，德是摄受的意义。佛有大为力，能折服难化的众生，刚强难化的众生，例如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时候，他成佛以后啊，降服那些外道啊，那就是显示佛的大威，他有这个威神之力，能够用种种方法把外道折服了啊。你看看佛弟子当中的那个三迦舍的第一位游罗